你看英俊，你看，你跟人梳头呢？哎呦我去，辉俊，你惹事儿了，你把人推下山崖了，你是胡东升啊？你瞅瞅，然后还淡定的擦拭着那双推人的黑手。哎呀，你咋又上去了？你不长记性啊！你上去，待会儿又给你推下来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胡彦俊，你带他玩行啊？你瞅你瞅，你太欠儿了你啊！真是的，哎呀，人家小猫还是那个少年，但胡应俊已经不是那个正常的中老年了。哎呦，你瞅瞅瞅，我们胡应俊还是保持着一颗少年心，好吧？好奇的很，自从第一天看见宝宝以后，就天天来看，每天都来。邻居也不能打小猫啊。打小猫你你就不不会知打道吗？你俩不是一个级别的吗？啊，我才知道了，你知道是大帅的孩子是不？打不过他爸，打他女儿也行。就是啊，但是你不能欺负女孩嘛，那小女生乘风破浪多可爱呀，然后上去你就一个后浪就给她揍下来了，那宝宝生气不？你说想出道这么难呢？你看老二乖不动，你露头就被削嘛，老大老想着出头，老大还是歇会儿吧。等你长大了，你再和胡应俊叫板，要不你就跟你爸打小报告，让你爸替你报仇。胡应俊，去外头把那剩的肉啥吃了，完了就睡觉了啊。小宝，你咋也对小宝宝也感兴趣了？搁这看那个小宝宝5、6分钟了，来找我来了，来找我来了。宝宝，看看，这是好看的宝宝，好看生的老大。哎嘘，好看，喂，好看要来了。你的小宝一脸的惊诧，你去，你还叼个球回来了。掉个球放进去那了。行，那你给宝宝他们玩吧，好不好？你别来回叼来叼去了，你就，你去。你的玩心这么重啊！啊，哎呦我又去！把球叼走了。你回来一会儿不看看宝宝，喂两口奶再走嘛。宝宝来一看脸认真的，你，认识我啦？那还不放心。一面不放心这两个宝宝，一面不放心那一个球，哎。玩走宝宝走了，也没和这两只宝宝互动啊。谁也没碰你，刚家家的叫的，俩玩意儿除了睡觉就是淘气。